吧，就可以可以吧，可以可以。行车记录器拍下这惨不忍睹的瞬间。昨天上午，台中镇民林姓骑士行经环中公益路口，疑似路缘不平自摔，被旁边的水泥车碾毙。先生，你弄到人了，你弄到人了，你搞掉人啊！肇事的61岁刘姓司机还继续往前开，直到目击者追上前告知才停车。看着孩子，父亲哭到他。刚拧过去，他还说不知道啊。问题是你的车整个动了一下，换了边啊，我都卖。我嘞，我不能做做多里啊，换了六款，挂掉一多里啊。我不看呀，那他真正。动新闻台中报道。